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今天呢，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呢鱼子酱的玻尿酸和四季芋圆油。因为呢，双十一的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再有三天它就恢复原价，所以呢，正好如果您有需要呢，就可以先了解一下鱼子酱的玻尿酸呢。它有三大的科技技术啊。第一呢，它是法国的专利，从鲟鱼子酱当中提取的，而且呢，它的微囊设计都可以单独的拿出来。比如说我们去旅行啊，或者出差呀，这样打开，然后滴到脸上扔掉，携带非常的方便。同时呢，它温柔没有刺激，它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八D 的分子量的玻尿酸呢，可以层层的进入我们的肌肤，高能的抗衰老，细纹呢淡化，同时呢能够紧致皮肤，尤其是呢它拒补水，而且它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，全部都是无菌操作。并且它是零香精、零防腐剂的，和任何的肤质的人群，包括孕妇、宝妈妈都可以使用。它的价格呢是，原价呢是229，现在呢您领一个20的优惠券，209，并且呢跟客服提兰兰，它是买一盒送一盒的，从来没有这么低过。这是它一整盒的包装哈，一盒里面有6板，5、6、30支，也就是说呢，209呢。买一赠一呢是60支，这个四季的芋圆油呢，它是从花朵当中提取出来的，比如说红花、栀子花，还有菊花、牡丹花，还有呢从植物的籽当中，比如说葡萄籽、向日葵籽等等啊，还有从植物的叶子当中萃取出来的精华，也叫精华油，它使用起来哈非常的与众不同哈，您看是这样滴管式的。如果您的皮肤是油性皮肤，那么你可以滴一滴，滴到您的粉底液当中或者润肤乳当中。像我早上起来哈，因为现在呢北方比较干，上了岁数以后呢油性也变少了，也是皮肤比较干，我一般呢你看这个乳液哈，我就滴3-4滴抹在皮肤上，非常的细腻，非常的润，非常的舒服。女人们都知道哈，以油养肤哈，以油养肤，尤其是精华油哈，对皮肤是非常的有好处的。然后我们在用的时候呢，您再结合着什么射频仪啊，射频仪呢有的人是一星期呢用1到2次，我天天都是就放在床头，随时的哈用这个射频仪呢把这种精华导入。因为我们抹的时候可能你只是抹在皮肤的表面，不容易渗透到肌肤的底层，但是遇这个射频仪呢，它就能够达到这个目的。尤其在我们眼角皱纹的地方哈，这个芋圆油啊，包括鱼子酱的玻尿酸啊，它都是使我们这个妇女的皮肤就是可以改善它的，比如说暗淡啊，我反正觉得上了岁数以后皮肤就发黄啊、发黑啊，这个还是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个芋圆油现在的活动价呢是599，然后送一盒鱼子酱的玻尿酸，这一盒原价就229，等于你买一个这个，他送一个这个，是不是现在活动期超级的划算呀？所以不要错过机会哈。而且这个芋圆油也是哈，比如说你过敏性的皮肤啊都可以使，什么油性、干性啊都可以，只不过你酌情根据你肤质啊来选择它的滴数。比如你这两天皮肤比较干，那你就多抹几滴，夏天呢你就抹一滴，它也是很有好处的啊。而且它都是纯天然的。还有啊，这个射频仪啊，我的橱窗里面都有，我也把它呢放在视频下方的链接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呢，您就可以尽快的入手了，还有3天活动就结束了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请点赞关注哦。